欢迎收看尼亚斯的游戏实况，我是尼亚斯。今天我们要实况的是No More Room in Hell。对，那个上次有观众跟我说，用 Google 翻译是地狱已满啊，就是Hell 的意思应该就是地狱的意思，所以说是没有更多的房间在地狱的意思啊，就是比较翻的比较，就是直接翻的话就是没有太多的房间在地狱。对，蛮有意思的一个名字啊。对，那后来事后，这样我觉得音量有点太大声。等一下哦，再小声一点哦，这样子。那个上次我玩完第一集之后，第一集 EP 1录完之后，我就有去看一下，稍微教学一下。我发现其实 NNO 比较适合单人玩 ，NNS 它要一次守住三个区域比较困难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再来玩一下 NNO 的部分，我大概知道要怎么玩了。那我们上次我还是随便挑啦，挑一个这个好不好？然后人数一样是一，然后这是干嘛？这我看不太懂。队友伤害就先用着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开始吧。然后这次荧幕我有再次特别挑过啦，所以大家看的字应该看得到了吧？因为上一次好像看不太到字，对不对？那个影片的部分，录影软体我都有调过啦，对。我觉得这款僵尸游戏是还蛮不错玩的。那再提醒一下大家，这一款游戏有点恐怖，所以大家如果会害怕的话，请不要看哦。对，好，感谢大家配合 ，Join Game。哦，这张地图是身影，然后按 C 你可以看到下面有那个有没有罗盘？好暗哦，好暗哦。好暗哦，这里，我可以不要重生在这里吗？哎，怎么回事？等一下哦，有点荡掉，枪、子弹、锤子、子弹、刀、手枪。This is Hurricane 88 Actual to all survivors. 哎。所以这是守城吗？不对啊，不对，这是冒险，这是冒险模式。我听到好多僵尸的声音哦。等一下，我先，这不是弹药，这个是铲子，我不要，这个好了。然后啊，手电筒，锤子拿一下。刚是不是 lag 啊？那是 lag 吗？这是干嘛？我觉得。那个音乐声有点太大声了，这样子好。然后这边我有了酒瓶，不需要棒球棍，不需要，不能带太多的东西啦，对，它有那个数量上的限制。为什么一直听到女生哭泣的声音的感觉？哎。有人开门欸，门在哪里？不要上来吧，不要急啊，我先把东西拿一拿啊，拜托啊，子弹哦，无线电有什么用啊？没东西。哦，我看一下我身上有什么，两把手枪，然后看一下这个弹药是红色像老鹰的弹药，它有分弹药，然后这个是黑色像狼的弹药，然后我的物品几乎都带满了，我把这个放下，木板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其实，然后钉板锤子也没有什么用，对讲机也没什么用据说啦，对。然后我们就拿着这个灰，这灰的有点慢哎，丢掉好了，拿这个看看，好像比较快一点哎，可感觉没有差，啊，拿刀好了啦，刀比较好用，对我来说，我昨天后来有试玩一阵子，所以就有比较顺手了。现在我要找的是要怎么出去哦，这张地图不太熟，应该是这个方向吧。因为他这边有，
他这边有标识，奇怪，是这里吗？哎，真的哎，哦，哎，下面就有一只哎，我的天哪，我这样下去好吗？先拿手枪好不好？先拿手枪把它射死。藏在哪里啊？不准他那个顿一下。要不是我感觉我刚刚被咬，那边有一只，两只。为什么刚刚会像是被咬的感觉啊？我到底是有瞄准还是没有瞄准啊？那边有一只，死了。I got 13。好，子弹还蛮多的啊。我看到那边有一个钥匙，红色的，对不对？我下去砍了啦。好恐怖哦！下去喽，三。等等，我再确认一下下面有没有僵尸，还有一只，好，我先把它解决再说啦。那为什么我的手要突然闪一下这样？怎么回事？上去，有一只，他应该看到我，然后我现在看不到我挥刀的动作，完全看不到。按左键砍他之后，再按 V 打推开他。哦，那只会跑哎、欸！等一下，被咬了，终于死了。好，又比较顺利了。然后他会砍一下，会有体力上的耗损，所以要休息一下。让他休息一下，先不要攻击。我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。那等一下呢？那只是军人，看起来比较难打，先不要走这里好了。然后这边有一把，这什么手枪？拿着好了，先拿到这边来。我们蹲这个墙角，这样两边都看得到。我不能拿它哎、欸，是为什么？如果我把这一把子弹都退出来嘞、欸，我全部退出来了，然后把它丢掉嘞、欸，然后换这一把，一样吗？哦，不一样。我先把这一把退出来，子弹退出来，好。然后把它丢掉。哎，在哪里啊？这个吗？哎，我丢掉的枪就这样不见了。哎，将军人，等一下，我丢掉的枪就这样不见了，太夸张了。死了！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刚刚丢掉的枪就这样不见了？好吧。I got a full magazine. 子弹越来越多了，还不错，是好的开始。好，我们继续前进吧。这个门看起来蛮安全的，关一下门啊，不关门的、啊，好吧。邮箱钥匙，哎，哦，这是钥匙。等一下，我们先确认一下这附近的安全，再拿钥匙。让我关一下门好不好？好吧，这里感觉好像算了，开了，来不及了。这边有僵尸吗？感觉是有的。这边有，关门，不给关门啊！我听到左后方还有僵尸，对不对？哪里还有僵尸啊？我一直听到一堆僵尸的声音。这附近明明没有看到僵尸啊！哦，来了，来一只！
十二，这边没有啊，这不能拿。这边看起来好黑哦，不要走这里啊。然后我觉得这个门后面一定有一大堆僵尸，哎，那边又出现僵尸了。我先把僵尸全部都解决完了。那我一直听到僵尸在这附近，好烦啊！算了，先不管了，先拿钥匙。这个门都不能不给人关的，好没安全感哦！等一下，这把枪，六发子弹，我先拿着这一把好了。没僵尸了，应该是没有了。哎，哦哦，瞬间就开了。刚刚明明就已经拿那个钥匙打开了，可是他现在才开。我们也没有僵尸，随时确认一下。休息一下。好，继续。好难哦，他是卡住了吗？哦，差点被咬住。被咬住有时候会很危险，因为你被他咬了就感染，只能用那个止痛，是止痛药吗？止痛药，哎呀，好烦哦，我拿手枪了啦。可是这样好像会引来僵尸哎。刚那是那个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看一下我录影软体是有问题，好像完全没有问题啊。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顿一下嘞？等一下啊、喔，中等，我都用中等好了，先用中等啦，套用。OK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宕机，大家等我一下。等我一下啊、哦！好啦，又回来啦。刚刚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关掉了，很衰的就这样关掉了。那我们就直接随便再选一个吧，只能这样啦，不然还能怎样？刚刚那关感觉好久，重新再找一关来破吧。啊，还不错玩啦，我觉得这个游戏，这个游戏。冒险模式，我刚刚玩的 NNS 是冒险模式吧？反正上面那一排的 NN 开头的都是冒险，然后下面的都是守城类。守城类我是觉得多人玩比较好玩啊。然后，哦，这是哪里啊？更恐怖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又只有打火机刚开始，啊，有手电筒啊。奇怪，打火机就不会占位置，手电筒就会占位置。子弹。但我需要一把比较快速的近战武器啊，这个好，是不是等要打这个门啊？这应该都是安全的对吧？啊，散弹枪，刀不要。哦，可是现在拿也应该没有什么用，要重新开始了。那东西好像都会重置欸，打火机还要打个几下才有。不过拿到手电筒啊，有。那我看一下哦，哎，干嘛要拿？我们要拿棍子啊！算了算了算了，拿刀。这把刀我比较喜欢用。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，其实。反正这个地方暂时都是安全的，所以可以尽管的搜索一下，拿完你要的物资再出去哦。我检查一下弹药。I got seven。24发的手枪子弹，这个呢？I got one。
40发哎，这有40发哎。待会先把子弹退出，然后再重装，这样会比较不会把弹药给吃掉。哦。然后近战武器我们有刀嘛，散弹枪有39发，哎，还蛮多的其实。这一次的弹药配给还蛮多的。啊，应该是从哎这边还有东西吗？应该没有，剩下的都不能拿。应该是从这边出去啊。看一下，按 C 可以看到你的目标在这个方向。有没有看到下面那个 V？ 有没有看到？哦哦哦，也太多了吧！等一下，所以。等一下，先把快速的解决。等一下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应该是往那个方向，有个小孩往我这边冲过来了。哦，直升机，直升机 ，Help me，Help me！ 打破吗？破了，破了！哎，等一下。这太困难了啦，先把他们引出来，跑，跑进去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被咬了，不行不行，这个地方一定要拿枪了。有了，哎，哎，我卡住了。在那个地方，哎，好烦哦！换枪，然后嘞，然后嘞，你看，我先装一下子弹。I got one mag left.啊！我要拿刀，你给我拿。小孩，小孩速度超快的。休息一下，好。这休息会不会太短？哦哦，被挥到了，会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好像有点被感染了。完蛋了，被感染了，我赶快找止痛药。哎，要死了，已经黑白了，没有补血包哎，喂，就这样就死了。等一下，不会太快了吧？然后我变僵尸了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再重来一次。好夸张哦！手电筒。子弹。这个是扳手，不要。一样是贝瑞塔嘛？贝瑞塔手枪。这一把。我需要刚刚那个开山刀啊，那个开山刀蛮好用，一样是散弹枪。哎，配给这张地图的配给有点固定哎，可是不要告诉我没有开山刀啊，我不要铲子啊，我也不要这个扳手，太攻击的距离太近了，不够远。好吧，看来我们只能拿这个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散弹枪没子弹吗 ？I'm empty。哎，真的耶，装一下，装一下。I got two mags left。哦，这不是散弹枪，这好像是猎枪之类的吧？好，我们这次一样就是要冲出去。好 ，OK。
我们先把小孩解决，小孩比较危险。没有，快速的僵尸比较危险。等下我再不出去，我会卡在这里。糟糕，糟糕，糟糕了！先把小孩砍死。哎，糟糟糟糟，太多小孩了。哎，不是这里吗？走错地方了，走错方向了。直升机是往那个方向，所以我们要往那个方向。好，目前我们从左边绕过去好了。左边那个军人没啊，注意到我们了。然后，哎，有了有了，看到了看到了，先把这只僵尸砍死。OK， 赶快赶快赶快！手枪拿出来！不要动啊！这个时间没子弹，那只好像比较快哦。我好像被感染了，刚刚那个是被感染的意思吗？没子弹是怎么回事啊？哦哦，原来是被咬了。我在想说为什么会突然，哎，为什么我推他也会被咬啊？我去，被咬了，好痛。哎，我推他了，刚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我推他了，我推他了，我猛按 B。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只玩最后一场，再输了我就结束，我就不拍下一集了。大家应该也不喜欢看这个吧，感觉这一次我拍这一部的那个感觉各位观众效果比较没有那么好，对不对？感觉起来啦，还是大家觉得太恐怖了，大家可以留个意见给我，是吧？我说尼亚斯，我觉得这太恐怖了，比较不想看，啊！我觉得我应该要重整一下弹药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对，我觉得应该要重整一下弹药。你看哦，像他现在里面有七发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把它全部子弹退出的话，再重装，它总共可以装15发，比刚刚七发多。然后我再把这把鲁格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按 U， 按 U 可以退出子弹，然后再按 R 装子弹，就可以装更多的子弹。然后这个有点像是步枪的东西，也把它退一下。所以它这个比较模拟真实啊。I got three magazines left。让你可以就是像真实一样，还蛮紧张的玩这个。等等。砍个几下，让他休息一下。好 ，OK。喂喂，怎么感觉这次的速度比较快啊？等一下，直升机，直升机在哪里？我没有看到直升机。哎，小孩。他一定要叫那么大是吗？哇，我好像被感染了哎。好像又被感染了，我没有包扎的东西啦。我没有包扎的东西，又有小孩，跑啊！我好浪费子弹了。这个是啊，不是，讨厌，手枪，没子弹，
我又要死在这个地方了吗？枪法怎么那么烂啊？算了，拿刀好了。别想咬我！别想、欸，怎么又咬到我啦？我觉得这游戏的判定有点问题。推他一下，砍他一下，这样好像比较好一点。我觉得我真的又要快死了。这是怎样啊？我射了好几枪不死。好，我不玩了。好，我们玩一下守城地图。Oh my god！ 这要怎么玩啊？一个补包都没有，解谜地图有啦。其他解谜地图我昨天偷玩的时候有，可是今天玩都没有看到任何的那个绷带跟。The ice train engine just went kaput. I have no idea what's going on. Gonna have to stop here for a while. 这是等待重生地点的中文哎、欸，这是中文地图哎、欸，火车哎、欸，好酷哦！我们是要搭上火车吗？不对，这是守城地图，所以麻辣烫香辣美，这里是哪一个地方？是中国吗？还是台湾？看起来像这个是简体字对吧？看起来像简体字，它是日本啊？看起来又像美国，应该是美国唐人街吧？等一下。什么东西我都找不到啊！哎、欸，The train engine just went kaput. I have no idea what's going on. 还有动画、欸，我在火车上哎、欸，好帅哦！我可以进去火车吗？可以耶、欸！没有用的对讲机，没有枪吗？这里？还有弹药，有小刀，没有用的小刀。我小刀不能跟武器一起，小刀不可以跟那个一起拿。美国军方啊，又要自己撑到。来，我看一下。哦，这是 A B，、哦、我应该是可以选一个区域守吧？我选 A 好不好？我先选 A 啦。啊、有僵尸出来了。Hold the fort, guys. I'm gonna fix this problem ASAP. 有棍棒，小刀丢着，棍棒。棍棒比较比小刀好一点。这个是什么？啊，有绷带了！我终于有绷带了。枪嘞，给我一把枪，拜托给我一把枪，赶快给我一把枪，拜托。啊，有这个东西。这个是监视器吗？这有用吗？啊，有这个好，这个有用。给我一把枪，拜托。给我这么多子弹。不给我一把枪真的是很夸张。那、啊、这个子弹有用吗？我先丢下。啊！要怎么抉择啊？丢这个，还是不能捡？啊！我丢一点，可以捡了。I'm out。装一下子弹。I got six magazines left. 走开。好，我们下去抵挡该死的僵尸吧。可是我们没有手电筒，什么都看不到，超悲惨。哎、欸，那个可以拿、欸。好。这是死了吗？哦，死了。那看起来好恐怖。哎、欸，好痛！我要拿狙击枪了，这样比较快一点，太浪费时间了。哎、欸，打一枪死不了，等一下，
完蛋了，完蛋了。Over. A 区已经已经被我毁了。这可以挡哎。不然我守住最后这一块地方好了。我就守这块地方。然后上一集有人跟我说血量是在上左上角那个，那个其实不是，那个 Zone A 应该就是第一个区域的意思，然后 B 是第二个区域的那个血量的意思，所以我身上的血量是事实上是没有的，事实上是没有显示的，对。这些子弹没有用啊，黑色的，对我来说完全没有用。这个地方可以进去吗？可以耶！好棒哦！等于说我是可以去隔壁的意思了。这有，你一定要做那么暗吗，作者？你一定要做那么暗哦？僵尸哎！这里是。这里不是 A 区，也不是 B 区。等一下 ，A 区是楼下，所以我守住楼上也没有用，是这样吗？啊 ？B 区在对面 ，B 区还没有被攻破，那我们等一下转移去 B 区啊。我们来吸引一下僵尸啊，把对面的 B 区的僵尸给杀掉。好 ，OK 啊，我们要冲过去喽。冲啊！摔下来还会损血。快快快快快快，守住！这边也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这里也。快快快快快！老兄，你这钉木板可不可以快一点啊？人家僵尸都快贴上来了。而且我觉得钉这个木板没有意义，因为你没有多余的弹药，你用近战武器如果敲木板的话也会敲坏啊。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没什么意义，对吧？居然没子弹了。Six mags left. 一次两只好棒啊！难得枪法有比较准一点，看他们一次，有两只了，靠近一点，没子弹。I got five mags left. 有了。靠近一点。干嘛？我们要拿他。I got four mags remaining. 等下我要钉木板了。叮叮叮啊！赶快叮啊！我看到有人在攻击了，别想！可恶！秒动！没子弹。I got three magazines remaining.没了吧？那边有一只，两只。
哦，一次三只，好，好样的。有了，我们终于有点样子了，尼亚斯。我们终于有点样子，有点幸存者的样子，不是玩玩的。连在一起，拜托，连在一起，赶快连在一起。真不能节省弹药啊！算了，等他们过来一次再射好了。我们先，这门不能开。啊，来了，来一只。我们看一下楼上有什么东西。有必要搞那么暗吗？你不是鬼片啊，大哥，有必要搞那么暗吗？搞超暗的，来了来了，哎、欸，没子弹，惨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要激动，我觉得我要，哎、欸，不能。破了！哎、欸，没子弹，赶快装，赶快装。I got one magazine remaining。没射到。哎、欸，不要动啊！快快快快！这什么鬼啊？走，走开，走开呀、啊！快定啊！我快疯了，我快疯了。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我还可以进去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进不去啦。我没有武器，你要我怎么进去？我打不死他。让开好吗 ？Can you give me？ 你是欠揍是不是啦？终于死了！哎呦，有武器！走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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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、啊！没有钉板呢、欸。钉板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那个木板死了不会喷出来、欸，我的妈呀！等一下，木板它都没有喷出来、欸，好吧，继续。我们只能靠仅剩的这个木板。I got one mag remaining。破了，它就这样破了。那进站好了，他就这样破了。还不死，我打你好几下了，你不死，然后偏偏要咬我一下，然后让我慢慢死，这样子太夸张了，不会让他死了，死了就结束吧，死了就不要玩了啦。太难了，单人的话，我觉得解谜跟那个防守都太难了，冒险跟防守都太难了。对，真的太难了，对于单人来说。哦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大家有没有看到刚刚是怎样？大家有没有看到刚刚是怎样？他就是突然出现在我身后，就不知道为什么。等一下，他们都会跑了。算了，我不玩了。我不玩了。我不玩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不要玩这个游戏了。
哎、欸，我都十几次了，对不对？我下次要，如果下次真的要玩，我要换别人了，我要换这个。语音跟抬头什么意思啊？不懂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玩到这里了，对啊。哦，天哪，一直死，然后难度太高了啦。好啦，那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个喜欢或是订阅。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，欢迎到赤联军团的粉丝按赞，或是看一下其他团员的有趣实况哦。那我是尼亚斯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！记得来尼亚斯的粉丝按赞哦。好啦，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。好，拜拜。